helicopter. 它的角色是我的 robot 可以四处飞，除了飞可以还可以潜水，还可以转动。它的代表塑胶纸，因为现在的人全部都是用子弹，不然就是炸弹，很不环保。 然后塑胶纸剩下去的时候，还可以种塑胶橡胶树。它的司机 ，Mr. Helicopter 的司机是 robot， 它可以载10个游客。还。Kiki Yomi。 초코맛 피는 조각 시켜놓고 고소한 우유.